这是橘子，谁啊？橘子哥讲话一下。干嘛 ？Orange knee。我没说过，是他们让我选的吗？我可以自行挑选超级战士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一直都在观察，看着你逐渐成为我们理想的战士。跟其他人一样，你很强壮、敏捷又勇敢，是天生的领导者。但是我发现，你有一点是他们所没有的。知道是什么吗？运气。不是吗？这下不妙了！该死，他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来的？至少2公里，保持警觉。医护兵，他的护甲被锁住了，胶质层应该要吸收大部分的冲击。我不知道，上士。呼叫大型吊车过来，我们不能丢下他。嗯，没错。哼，你这疯子，干嘛乱跳啊？你呀，就不要哪天踢到铁板，到时我可不理你。长官，科塔纳人呢？他在哪里？不要随便对女生做承诺，如果你没把握做到。他没跟上。下士，动作快点。抱歉，长官，你的护甲还没完全解除锁定。士官长，等等，神风烈士不是敌人。拜托，麻烦已经够多的了，你们俩别再自相残杀了。别这么简单就好。快走吧，鬼面兽嗅到我们了。他们一定超爱超级战士的味道。一般你们负责侦查，至于你们，别毁了我的星球就行了。出发，尽量别出声。B 小队，我是 Johnson， 我们找到他了，到撤离点集合吧。完毕。收到，通话完毕。听起来就在附近，没什么地方。
队，你找到他们了，快带他们到撤离点。鬼魅兽首领，还有魅影号，压制住我们，杀了我的弟兄。你会为了完成任务而牺牲我吗？你会眼睁睁看着我死吗？士官长，铁五号已经到河边了，我们有伴了，动作快！等等，我发现有，是幺七号，快速低飞！闪开，快点！幺七号。知道他们怎么布下陷阱了吧？我帮你救出他们。
三电源。我们今天算是谁也不欠谁了。K23号预计多久到达？马上到，中士，找好掩护，清出一条血路。收到 ，Hookers。国防战机，敌人准备遭殃了。什么引号？拿去吧，这是你的。做好敌我确认，来者是鹈鹕号 K23小队，完毕。收